绿色警卫车卡在人行道的灯杆下，车头夹扁了两三部机车，一旁马路上还有三四辆车也被撞到喷飞，零件四散躺在路中间。这个卡在这了，整个对，整个都报废了。在那里呀、啊？应该是。他是怎么冲的？冲他撞了几台？八台。啊！受害车主陆续接到通知前来查看，真的傻眼啊！原本停在停车格好好的，现在全变成了一团废铁。我听到不是变，我听到是鸡。哦，鸡哦，啊你撸的声了对吗？推土机啊，我拢讲推土机啊。对吗？有的人讲保龄球啊，全倒啊。车祸意外发生在台中市黎明路向上路口凌晨一点多，62年次的黄姓驾驶，他自称揉眼睛造成眼镜掉落，弯腰想要捡的时候，车辆一路偏移，像是推土机一样，把路边机车格里停放的八台机车全部往前推撞好几公尺远，直到撞上灯杆后才停了下来。自负欲拿起副驾驶座物品。而偏向碰撞。警方调查，肇事驾驶没有酒驾，但一口气撞毁了八台机车，自己的金龟车车头也撞坏，疑似受到惊吓，一度坐在车上不敢移动，但他边开车边捡东西，这一下得付出惨痛的代价。TV 新闻吕正成台中采访报道。